猜猜今天吃什么？我们今天来拆盲盒吧，看你们能猜到我吃的是什么哟。这个蓝色的，猜到了吗？哇，是一个马卡龙的汉堡哟。嗯，太好吃了吧。猜一猜这个金色的是什么？这个雪糕棒棒糖。嗯，好多跳跳糖呀。你们猜猜这个是什么？我们来拆这个最大的。嗯，好，这么大的汉堡，哇，我感觉好好吃的样子耶。哇，这个汉堡好大呀，你们先来吃第一口。